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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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难怪你是读者文摘连续三年票选出来最值得信任的主持人，很厉害，很厉害。我们正面思考，正面思考。因为，上个礼拜不好意思，智小兔扫地机器人就被你带走。嗨呀，可是这个礼拜我有体感平衡车。哎呦，体感平衡车是吧？正好你讲到这边这一台就是我们要送出去的一行者体感平衡车。哇，你在你坐在上面就很像一行者。哎，真的哦，到处而且一人一台哦，一人一台哦。现在这个最流行了，大家都想要。真的吗？对啊，哦，过了半扣呢，开玩笑，好不好？好，真的。今天呢，投我的，如果我赢了。你说不定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对不对？好，但是投我的，其实连庄是我的座右铭，对，你知道吗？对，连庄，连连的庄甲。不一定，我今天说不定又赢了，好吗？好吧，五秒钟，请各位拿出智慧来投票。我是黑燕子队，白鸽子队，投我吧，投我吧，有机会拿到。他不可能赢那么多次啊！谢谢，好，谢谢投我票，希望今天不要让你失望。好，我告诉你，我今天不会让你的。你从来没有让过我，你一直是不懂得礼貌。来，那我们就往第一个岛走，好吧？好吧，谢谢， yeah！ 谢谢走耶。恶魔岛，来，每一次我们都有奇幻天使。好，天使在吗？大家好，我是奇幻天使张仲宇。是。今天你们要闯关四个岛屿，每个岛屿有九个题目。在闯关结束之后，积分最高队伍就可以进到宝藏岛，有机会拿到今天的最大奖项——一行者体感平衡车。好，现在你要派出谁呢？我要派出这位第一号人物。也是一样，是一位女中豪杰。豪杰，你要害怕，你要担心了。而且呢，她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是生小孩啊！多强啊！喷喷喷，生小孩好像鸡在下蛋一样，很快的。她生小孩的时候，她老公说：“我去上一下大号。”大号还没上完，她小孩已经生出来了。怎么给你讲的这？你不信你问他，好，你等下问他到底有多快，好不好？来好，我们欢迎这位武则天，女中豪杰，女王。哇，是谁呢？好耶！峨眉，送残天，是的，风下满光彩，气宇非凡，是慧根，唐朝女皇，武则可。女王好，你刚刚穿的在那边站的时候是蛮有气势，一出来一唱有点，因为我找不到点，我很怕上来还没一秒钟就下去了，是不是？差一点跌下去。对，而且加上这个头真的有点重，就好像不是我自己的头发的感觉啊，本来就不是我的。哇，好看好看。有说到我老公上个大号，对，然后孩子就出来了嘛，是不是？且慢且慢，老公还没脱裤子，孩子就出来了。我的天哪！刚有变异，然后你小孩已经出生了，所以你真的可以再生。先不要，先不要吗？对，先不要，我怕 Vicky 姐很快会有第五胎，就不能用这样子来追这个生产率。好，接下来我这个厉害了，哎呦，个子小小，个子小小，立志大大。哦，小小兵是不是？小兵兵，小小兵，迷你兵。这个人呢，自古到现在都很多人很崇拜他。好，来，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拿破仑。拿破仑。
你不但不像拿破仑，你还像拿破马。对呀，这是马怎么了？请问一下，这马在陆地上跑，不按水性，所以它一上了船就开始有点软掉了。晕，对不对？我们这个比赛叫人聪明就好了，是跟他这只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不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还没吃，我就知道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都知道，你不是拿破仑吗？OK，看你这个样子比较像拿破仑的侍卫。拿破仑的侍卫。连那帕基上去修。 Napoleon，Hey，Hello，Everybody，Bonjour，Bonsoir，Bon Vacam，Bon Cha Cha，My name is Napoleon Napoleon Bonaparte。什么什么什么？Napoleon Bonaparte，不能怕，我的怕哦，不是，拿破仑的全名叫做 Napoleon Bonaparte。真的假的？真的，所以他从小什么事情都不能怕。你讲真的，讲起来，真的啊。 B 真的，对啊，请不要念成台语，那就不好听了。对，你就是心中有，哎，我以为他就是会吹奏乐器啊。哎，好嘞，不会，所以好，我们节目是八点播出。对啊，OK，不能怕，不能怕。从你刚刚上来到现在，我已经有大概三次觉得好危险了，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刚刚看你们两个就觉得很危险。来来来，好，开始啦。哎哎，不好意思，啊，你的头，这管太影响你的。哎，拜托啊，这个要抢答的啊。抢答，请抢答，啪，就给你下去了。我们是根据积分啊，但每一次九题当中赢的就坐在这输的就要到孤岛去。是的，天使请出题。很多有才华的人身高都不高。 请问下列哪个名人是最高的呢？最高的。A. 张小燕。B. 拿破仑。C. 邓小平。请抢答。好，不好说。虫虫哥。Excuse me。虫虫哥。对这种全世界的最矮的人、最高的人，我是很有研究的。真的吗？你们看这边，张小燕是不可能的。 哦，不可能。然后邓小平他是中国的前领导人，最高哦。其实还比拿破仑还要矮一点点，我是168。对，其实我是。所以拿破仑本人也是。拿破仑168。是哦。邓小平同志好像是162，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哦。还是15几？哎呦。哎呦。OK。 所以你的答案是拿破仑168而已。对吗？ 恭喜回答正确！哇，那么矮，那么娇小，真的，那其实法国人本来就比较娇小一点，不高，不高，对不对？但我们总觉得欧陆的人有些像德国就高，一九都高，丹麦都怪都高啊。但没想到邓小平这么的娇小，对，其实邓小平真的是157公分而已，157。而拿破仑被学者考究之后发现，其实他没有像 大家想那么矮，他真的有168公分，表示里面最高的，是不是？而且啊，最近演艺圈有一种所有的女明星都说你都高168啊，真的高，因为那是一个最美的数字，最美的哦，168，168，所以你是很168正好。 就是配男演员呐，或者是穿衣服都最好看。男生有时候一六身高180的男主角，一路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好，来，天使，请再出题。请看图片，唐朝是最性感的年代，也是唯一大胆可以露出事业线的朝代。哦，请问是为什么呢 ？A. 皇帝喜欢看，嘴如此规定。B. 代表对祖先的尊重。C. 跟外族文化的融合。请抢答。 哎哎，唐朝女皇，答案是，如果你答错，C一定知道吧？C跟外族，C锁定，C对不对？恭喜回答正确。但我本身比较喜欢A啦。皇帝喜欢。
哎，是跟。对啊，不是因为服装啊，服装就是跟外族对，其实当时是因为隋唐这两代跟外族融合的非常深，甚至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他自己都有胡人的血统，所以在历史上我们发现朝鲜女子是唯一有露乳这个习俗，这个穿衣习俗的人，对，所以代表唐朝女子她露乳的服装有可能是源自于东北的胡人。哦，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代表对于唐族的尊重，你怎么讲露乳啊？比较露骨了，他们的比较暴露一点，暴露一点啊，对，不能讲露乳，对，比较露骨一点，因为这样要退出演艺圈喽。来，快，下一题。这一题是成语题，请看影片。这是哪个？请问这是什么成语呢？A 年年有余 ，B 有生之年 ，C 忘年之交，请抢答。好，拿破仑。是。看得懂中文吗？您的答案是。听得懂中文，您。有生之年。B 锁定。恭喜回答正确。看不懂出来，所以他那个一般人会比较笨的人，像你就会想到年年有。别这么说，因为年这个字，然后它有余，有多出来，对不对？多出来。其实因为有生之年是各位看它上面头生出来之后，就是有生，有一个生，学生的生，学生的生，所以有生的一个年就叫有生之年。下一题，妈妈嘛，这一题是成语题，请看影片。好。为什么我没有你哦？天哪！为什么？请问这是什么成语呢 ？A. 身不由己 ，B. 游手好闲 ，C. 怨天尤人，请抢答。哎呀！你手成语我应该要扳回一面了。非常简单，答案就是 C. 怨天尤人锁定。看就知道那个是怨天尤人。恭喜回答正确。对，就是什么都在怨天。对啊，我没有钱，我没有，而且他是人嘛，他是一个有脚的嘛，对啊，鱿鱼，像鱿鱼的人。对，你有看出来他是像鱿鱼的人吗？你不说真的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像人的鱿鱼。是这样子，来下一题，下一题来了。请问，根据专家发现。母树懒会怎么样向公树懒发出求爱的讯号呢？哦 ，A 打他巴掌，这谁知道 ？B 发出高声的尖叫 ，C 拼命流口水，请抢答。虫哥，不可能会。您对树懒有研究吗？我是配音的，我专门配树懒。树懒怎么说话？是树。你要这么快就要我表演树懒叫的声音吗？树懒会不会讲太快？树懒叫的声音其实是很像婴儿，也有点接近，有时候会接近像猫。其实，在电影里面大家看到的那个不是，那个是怎么叫声？那是我叫的，那是你叫。冰原历险记那是我叫，那不是树懒的叫声。OK， 知道吗？那请问一下，你这只树懒，您要选择的答案是？答案是。B 高发出高声尖叫，那锁定叫一下，怎么叫？这么快，树懒不是很慢吗？看住光，恭喜回答正确，怎么看的 ？Yes。因为它的动作没有办法快，它只好用声音，对不对？它的母树懒会发出一种像口哨一样的声音，那种响亮的声音。天使，可以示范一下吗？就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可能虫哥学的会比较像一点。对，刚刚已经学了，算了算了，不想听他叫。哎，这是母树懒才会这样叫，雄树懒是不会这样叫的。那我叫给你。哎，你现在在干什么？你现在在姐姐在调戏弟弟啊？怎么搞的？他其实只会发出声音，因为他动作打得也太慢，打人。而且重点是他那个爪子哈，其实怕会抓伤。对啊，爪子像金刚狼一样。金刚狼。对，很长。树懒打巴掌好像也怪怪。这个节目不是我在。
早就不能放八点。小燕姐，这个节目有可能幸好有你。那个支出最多的不是奖金，而是罚金。哎、欸，不要讲这个。哎、欸，我们要看看题目是谁出的，都是奇幻天使、啊，你就知道问题在他身上。来，天使请出题。来，美国人会用 my honey 我的蜂蜜来称呼你的爱人，请问在法国会用什么食物来称呼呢 ？A 香蕉 ，B 高丽菜 ，C 饼干，请抢答。哎，奇怪了，都不让人家吃、啊。法国人嘛，我也是法国人。你都怎么样叫？你先试试看。对，来啊，不是，好了、啊，没有，我们没有要讲素兰的问题了。上一题了，忘记自己是素兰，忘记。OK， 现在回到拿破仑。拿破仑 ，You are my banan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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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 are my 高丽菜 No. You are my 饼干。没有叫饼干啦 ，cookie 就好了 ，cookie 都不会吗？来，我是法国人。好，你的答案是 ，You are my banana， 到底快 B， 高丽菜 ，B 高丽菜锁定，怎么可能是高丽菜呢？好像高丽菜，哦，我的高丽菜，怎么样都会叫香蕉才合理呀、啊？女生听到说，Oh my banana， 如果法国人都是吃素的。对，应该就是叫高丽菜，有可能。对，但是法国人吃荤的，对呀、啊，吃甜的，还是今天是看到你的头发的造型，他会想到菜类。那也叫 my pineapple。pineapple。我不相信 apple。这是广告。高丽菜，高丽菜，美国人是说 my honey 啊 ，my honey， 一定不会是 C， 不是因为我是用消去法，你是消去，虽然我来自法国，对不对？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怎么了？什么事？法国我的马不见了啊！哎，对对对。欸、真的耶！他晕船，你的马跑了。哎、欸，他的晕马在晕船，晕船。哎、欸，对，所以刚刚看到他现在已经变海马了，在那边游啊游啊，很厉害哦。是，因为啊，好这个高丽菜对不 对？恭喜回答正确、啊。怎么可能呢、啊？是不是？怎么可能？不是。真是怎么可能？个子小的人，这是怎么聪明？因为我有印象，我有听过一个，但是反正就是法国人他们在称心爱的，好像是一种蔬菜水果，但是我就香蕉高丽菜选一个，因为不可能是饼干。前面人家讲 honey， 然后你用饼干、啊，最起码太模仿了。不是，我说答案上，因为饼干是跟另外两个是独立出来的，对，所以应该要再多一个选项。你是在猜制作单位的心？对对对，我们大家攻心计啊，我还不了解吗？这制作单位以前节目我都上过，太多有鸡肉或牛肉，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叫高丽菜？其实因为法国它其实不止一种亲昵称呼，当然我们会说我的心肝或我的天使，还女生会叫男生，也可以叫我的小狼。那如果是情侣之间，我的什么？我的小狼，你是我的小狼。哇，什么？哇，哇，小狼。对，小狼。You are my wolf。那个狼 ，wolf。对，约瑟芬就这么。如果是男生对女孩子，可以说你是我的卷心菜，我的卷心菜也就是台湾的高丽菜。但是用卷心就听起来，卷心听起来好像高丽菜就感觉很大，吃起来那个菜甜甜的。叫我的小狼，我的小狼，而且叫香蕉就很奇怪了，对不对？小狼，小狼的确，小狼对。好，天使，请再出题。来，请看图片。美国的火人祭是国际知名的艺术节，它会燃烧大型的艺术作品。请问台湾的艺术家参展的时候烧掉了什么呢 ？A. 妈祖。B 三太子的神像 ，C 臭豆腐，请抢答。你什么都起不来呀、啊欸？没关系，爽中哥，你这题一定错。你的答案是臭豆腐。你的答案是快，不可能烧神像。好，快，你的答案是妈祖。你的答案是 B 三太子锁定。三太子的神像，抱歉，回答错误。啊啊！所以不可能是神像啊！那我就觉得嘴巴不讲不是神像，你答的是神像，你怎么对啊？你这个人是怎么觉得有可能是？后来有灵机转一下，火人祭哦，人，可是三太子是人呢、啊，哎，妈祖也是人呢、啊。你说这个像嘛，对不对？好，来，你的答案是艺术作品，国家
台湾艺术家，我觉得有可能是 A 吧，因为萧 A 妈祖说定，哇，恭喜回答正确，答对了。烧臭豆腐没意义啊，对啊，你烧臭豆腐干什么？烧完来吃吗？因为臭豆腐感觉不能代表台湾。哇，好漂亮哦！妈妈祖像太猛了，哇，好美哦，好大哦。哎，真的，他们不是有烧什么王船呐、啊，屏东啊，对，哎，这样子烧一烧感觉好可惜哦。对啊，对啊，为什么要烧？下次烧臭豆腐好了啦。对，其实这是火人祭的传统，因为火人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节日，它是一个很大型的艺术活动，所以它会在一个内华达州的一个沙漠里面。所有的艺术家必须跑到那个沙漠里，在非常艰困的环境里面，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完成一个大型的艺术品，在活动的最后一天把全部烧掉，把它烧掉。所以在今年，萧清扬跟他的团队是第二年参展，所以他们去年就烧了妈祖。是的，哇，越烧越旺，哇塞，有点可惜啊。天使解释的非常清楚，没错。听他详尽的解说之后，我很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能不能为我们示范一下素兰的叫声？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上上题吗？你这人很坚持。不是，我从第一集配到第五集了。对，我以为我以为素兰的叫声就像我这样。天使。我也赞同、啊、为什么来天使不要理他们好叫一下叫一下请出题、来请看图片这是最新发明的一种石头如果你把它放到酒里面你可以把酒变得怎么样呢 A 有水果风味 B 增加酒精浓度 C 保持低温请抢答哎太好了终于被我们抢到了来答案是什么C 保持低温，保持低温锁定。那就把这恭喜回答正确 ，Yes， 啊，很好，对，一看就像它其实不是，它其实不是冰块，它当然不是，它不是石头，它不是水啦，它不是石头，它不是石，它不是石头，它好像是一种，等一下，它是一种石头，它是一种石头，你题目没看清楚，但你答对了，答对了，可是我用的不是石头哎，它是这种石头叫造石。那我们会叫它威士忌冰石，是因为这是美国设计师为它取的一个很漂亮的名字。这个威士忌冰石其实是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之后，它放到威士忌里面，它不会因此而稀释威士忌，但它还是可以让威士忌的温度降低，保持低温。因为水任何石头都可以吗？任何石头只有造石可以，特别的造石，因为它可以吸很，它可以放热，可以哦。对，来，请出题。请问，根据美国研究发现。男人跟女人相较起来比较容易有什么坏习惯呢 ？A 比较爱插话 ，B 比较爱迟到 ，C 比较爱乱花钱，请抢答。哈哈，这是天意，两个人一起吗？剪刀石头布，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石头赢剪刀，告诉大家。武则天，你的答案是比较爱迟到。B 锁定。抱歉，回答错误。啊！潘普，好险！天哪！来，你上的这男人三个都很会啊。你的答案是 is C。C 锁定，比较爱乱花钱。C 是不是？对，好 ，OK。不好意思，为什么？抱歉，女王回答错误。回答错误。哎，我已经说了川普了。有，他刚刚有提示你。比较爱插话。他说爱插话。Donald Trump。话插话。男人就是爱插话。对。我以为。而且没插进来是无关紧要的，你看又想插。我爱插。我还好，我不常插话哦，我是很尊重的大家的。好，可以解释一下。其实这是一个研究，可是很久以前，他在1975年做的研究，他们在路边测录民众的对话，发现总共有48次插话事件，其中男性占了47次，女性占了1次。那在2014年的时候，他们又再次做一个研究，发现男生跟女生在对话的时候，每3分钟男生插话次数都是女性的2倍。哇塞！我跟你讲，你以为男人好像看到不聊天，不爱讲，对，哎，我看新闻，川普跟希拉里的辩论，对，总共他插话50次，对，是，前面26分钟里面，他的平均就插，他就插话了26、27次。骑兵女王，您刚刚的提示说川普啊，其实不够正确，不够精准，因为川普也爱乱花钱呐、啊。他没有爱乱花钱，他是爱乱。
他赚钱赚很多，但是他很赚乱花，赚负债。来，哎呀，那就是4-4了。四比四啊，好难呐、啊！你们是不是因为不想要去孤岛啊？来，两位都请回座。平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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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难得啊！东方跟西方是不是？好，大融合，大融合，两位。所以我们是平手。是的，来看看线上有哪些人答对五题以上的玩家。就是你们啦，好，恭喜你们，我们可以得到，好，可以得到10,000元奖金，还有 In a Days 捕蚊香氛机，哟，哦，不错哦，抽奖，抽抽抽抽抽，恭喜，恭喜你得到10,000元的奖金，钻石奖大军驾到100,000金币，以及 In a Days 捕蚊香氛机。就可以捕蚊子，又有香氛，香香的，然后蚊子闻到香就进去了，就进去了，太好了。来，咱们到下一个岛，走。刚刚那一段，我每次都以为小叮当会出现。小心哦，不要掉下去！小心哦，小心哦！来来好，在这个岛上也是有天使的。天使，欢迎你们来到巨人岛。巨人岛是要考验你们对于人文社会的能力。嗯，好，学历要好一点。学历要好啊，那我来一个政大的好了。哦，好啊，政大。而且呢，他可文可敬，可能文能武，能文能武，是的，国标舞的冠军，哇，哎呦，强了吧，强强强，重点是还能升，而且还能升哦，是不是？演艺圈这样数下来，也就只有这位了，欢迎刘真老师，呀哦，哇哇。叫新太太吗？对，新太太，新太太，她永远是新太太，永远是新的太太，我永远是新的太太，也做了新妈妈，永远不会腻耶。哦，你身材还是这么好。哦，当妈妈这件事，小可比我厉害太多。没有没有厉害，我只是进产房比较熟悉而已啦。可是她，你应该核心肌群也很厉害，因为你长期的跳舞。对，我觉得其实跳舞真的蛮有帮助的，因为你核心肌群比较有力啊。就是其实生完宝宝的时候，其实不会那么就觉得好像很快就可以下床，然后听说你在产房是把那个小孩子甩出来的，我不是，对不起，没有了，我好奇什么？可是没有吗？可是我女儿就是因为我是剖腹产嘛，我女儿出来的第一个 pose 真的是这样，真的，她一只手是真的，不可能吧？真的啦，她真的这样，她真的她一只手她是这样出来的。好厉害哦！这遗传呢？如果这样遗传的话，你不会女儿一生出来就有胡子吧？谁呀？你怎么会有胡子？她是不是头发光光的？我女儿头发超多，超浓密的，超浓密，像你对，像我心安了，心安了。好，接下来我介绍这一位，好，能文能武，你这位也是能文能武吗？能文能武哦，不可能啊！又是 DJ， 又是主持人，又是爸爸。哎呦，生三个哦，也生三个了，会不会是我老公啊？你不知道你老公今天有来吗？而且会唱歌，好害羞！完了完了，我要去补胭脂了。在美国念大学啊！我要去补胭脂，快尖叫声，快点！哎，真的耶！烈鱼，哎呀！欢迎烈鱼哥！来来来来，唱一下这个。哎呦！我才袂孤单，有你的陪伴，我才有靠山。你若欢喜，我是你的粪扫车头扛，为你唱歌。还有，又帅气，对不对？念云哥唱。
唱台语歌还有爵士乐的感觉，厉害！而且我第一次听他唱台语歌，真的耶，对不对？因为这首歌讲的是那种朋友之间的那种情谊。是，因为今天我觉得这个游戏啊，我看一下，这是 teamwork。No, 我们没有什么朋友感情。没有朋友感情。没有，就是在比赛的时候不能讲朋友感情。对啊，我说我们是这一队，对吧？对对对，所以不怕。没有，他刚你刚刚念云哥，你刚不怕狼一般的对手，只怕猪一般的队友。我们这一队那么强，就不用害怕。可是你刚才一上来的时候，他就说想反了，是不是？他就说这腿也没有什么嘛，那么长，他有点不屑。要不是下面没软垫，我就把你推下去。不要推人家下海！不要了，不要！我衣服租的，我要先把衣服脱掉。你们这画面真的很像综艺节目的短剧，两个人在演短剧。奶，好奇怪！过年特别节目，过年特别节目，过太晚了。来，今天这一对啊，男的帅，女的美。我们刚刚前面4-4。4-4，所以现在是平手，因为整个我们能不能得到那个奖品是算积分的。哇，前面有比等于没比一样，对，你可以整段剪掉。真的搞了个半天，完全对，完全没有进展。完全没有进展，就看这一段。好，这个你第一次来对不对？第一次来，这个九题当中赢的就坐在船上。输的要到孤岛去了，孤岛去哦！哎呀，而且还要被你的，而且还要被你的队友嫌啊！哎呦，来准备好，天喜要出题了。哎，请问什么舞蹈传说起源在情人的秘密舞蹈？所以跳舞的时候，你的表情必须保持严肃呢？严肃。A. 恰恰 ，B. 探戈 ，C. 华尔兹，请抢答。哎呀！我很毛起来按呢，早按也不行，早按也不行，一定要在请奖答完了以后按。对，他一按我就紧张了，我想说不叫请奖答，手好痛哦，这没关系，他一定答错。来，念云哥有请。我觉得你们这实在是问跟他在一起问舞蹈题哦，是不是？来，我的答案是 B 探戈 ，B 探戈锁定，锁定。哦。探戈必须要严肃啊！哦，对，感觉对，我觉得感跳探戈，我没看过人家效果。嗯，对，尤其是因为很怕脚踩到，对啊，怕的要命，是不是？头一直转，其实是有原因的。不能讲，不能讲啊，先探戈对不对？恭喜回答正确，真的是探戈，真的是探戈。哎呀，你本来要答的也是探戈，对，是探戈，探戈不能笑。这一定是 Tango 的，因为 Tango 是这样，因为 Tango 是发源在阿根廷的舞蹈。然后呢， Tango 其实是这三个舞蹈里面最有戏剧张力的，就是它可以，它有爱有恨，然后你可以很挑逗你的情人，你也可以对他是很挑衅的。而且 Tango 有一个说法是 The War Between Legs， 它是腿的战争，男女之间那个，所以你会看 Tango 的那个腿就会勾来勾去，对啊，所以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奇幻天使，奇幻天使不用解释哦。奇幻天使，你还要讲吗？其实是因为，其实我看到的说法，其实 Tango 是在讲它是一个情人之间的秘密舞蹈，所以男生原来跳舞的时候甚至会佩戴那个短刀。而现在已经没有佩戴短刀，但是舞蹈者必须表情严肃，哎，跳舞的时候要有东张西望，提防被发现的表情。提防被发现哦，所以 Tango 都会这样子转头，是因为这样吗？但我觉得脚的战争是很有意思，脚的战争啊，是很美的哦。但是恰恰跟那个华尔兹就可以笑着跳，对，因为恰恰是发源在墨西哥，恰恰是很欢乐的舞蹈。那对对，我们看到那个，我以为恰恰是恰，我以为恰恰是发源在台中啊，台中恰恰，那是台中恰恰，是台中恰恰，真的，台中恰恰 Tango。真正的探戈，呛了，探哥哥来了没？探哥哥，好奇怪，你是探哥哥来收，有没有？等一下，不是你，假如我错，你纠正我。你常去台中跳恰恰吗？哎，我没看过刘真跳台中恰恰。哎，台恰恰。我不是，我要跳台中恰恰吗？还是正统的恰恰？正统恰恰怎么样？正统的恰恰，它其实是用臀部跳的，所以它的恰恰恰，是放在臀部。所以它是打。那台中是放在哪里？台中是放在头部吧？台中是放在大概乌日那个地方。高铁到了。
高铁到了。哎，高铁高铁，好不好？好，好，跳舞到这里结束。来，天使，请再来一次听。Go。我们现在会用倒霉来形容一个人的运气很差。请问在一开始，它是用来形容什么事情呢 ？A. 老婆跑走 ，B. 生意倒闭 ，C. 考试落榜。请抢答！哎呀，他是用连发一下，你知道吗？好可怕！你在九题答案手都肿了。来，你的答案是念元哥。倒霉。这个我知道，这个是你知道。正确的答案，我的选择是 C。C 锁定。考试落榜。考试落榜。倒霉。叫倒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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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为什么是考？又开始怎么样？现在要去哪一站？啊？我很想学，很想学，对不对？那你不用退太后面哦，一他退到后面就到左营去了。进广告。哎，我们学一下，我们学一下。对。嗯呀！哎呀，站长。我们现在会用倒霉来形容运气不好，但是一开始是用来形容什么事情呢？你刚刚说的是考试落榜，对不对？对。好，考试落榜，恭喜回答正确。哎呀，为什么？因为那个霉好像跟我们用的霉也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用的是倒霉，是那个发霉的霉，发霉的霉。但是他用的是这个霉，其实这个霉才是正确的霉，对，这个霉才是正确的。好，我们在以前就是考生啊，在明代科举考试的时候，很多人临考前家庭都会在家门口竖一根旗杆，其实这根旗杆就像屋边的帘一样，所以叫做霉。所以考完试，你如果上榜了，别人会说你光耀门楣；那如果落榜的话，他们就会很自觉的把煤放倒，然后撤走。这就是倒霉的由来。倒霉，光耀门楣啊！我以为是考试没上榜就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没了，倒了，没了，什么都没了。错误的，错误对，错误解释正确答案，错误解释正确答案。好，来，天使，请再出题。好，记载中。现代的女性内裤是200年前发明的，请问当时是由谁开始穿的呢 ？A. 芭蕾舞者 ，B. 教堂修女 ，C. 宫廷贵妇，请抢答。好，好，很好，终于抢到，终于抢到了，抢到。我的答案是，谁先开始 ？A. 芭蕾舞者。A 锁定。舞者。现代。女性的内裤是200年前，就也就是说200年前的女性是不穿内裤，不穿内裤的啊，奇怪，你不穿的，哎，武则天，我穿，是不是？我穿，不要不要，小心，小心，不要乱来，我穿安全裤，我穿安全裤，他是穿 legging， 所以200年前女人是不穿内裤，这样讲就不穿内裤的，哇，因为你看芭蕾舞者都有一个那个 body 啊，对啊，修身嘛，对，而且我觉得，因为他们在跳舞的时候，应该是为了避免曝光或者是保护一下，那不叫内裤啊，他是穿在外面的，芭蕾舞者对不对？恭喜回答正确！哎呀，太棒了！芭蕾舞者真的是因为跳舞吗？没错，其实，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女芭蕾舞演员，她的裙子被舞台布景上一个东西卡住，所以她春光就外泄了。所以当时的巴黎政府就通过一个法案，女演员或是舞女，她不穿束裤，她就不能登台。所以从此女性就开始穿内裤了。对嘛，所以这也应该了。对呀，你想想看，这样这位七只漂亮的天鹅，哇，直接艳双飞，啪呀，哇，没有内裤，多恐，那个画面能看吗？还得了，糟糕了。对，是我们都不知道你想到哪里去。对呀，对，我是为了观众安全着想，对不对？画面干净一点，好，来，天使，请再出题。请看图片，这是埃及的著名标志荷鲁斯之眼，在传说中。古埃及人认为它可以有什么功用呢 ？A. 看穿谎言 ，B. 复活死者 ，C. 发射神圣火焰。请抢答。他按得很快，一直连按的。对呀，看没？因为这小时候有没有打电动玩具，这里就看出来了。就看出来。所以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 A。A 锁定看穿谎言。
看穿谎言，看穿谎言，来，不然就啊，看看看，我看一下。哎呦，我会怕哎，啊，看穿谎言对不对？抱歉，回答错误。哎呦，吓我一跳。那我可以答吗？吓我一跳，你可以答了，你可以答了。B 或者是 C， 我觉得应该是 B。B 锁定 ，B 复活使者。恭喜回答正确。耶，这么厉害，对吗？你是猜的还是知道？我是猜的，我是 A B 在猜。谢谢你先答，真的了，谢谢小舅，谢谢你。好，来，请解释一下。其实，在古埃及人心中，荷鲁斯的眼睛，他的右眼象征完整无缺的太阳，是远离痛苦、战胜邪恶的力量；而他的左眼可以捍卫你的健康跟幸福。所以，古埃及人也相信他的左眼有复活死者的力量。好，现在是平手，又平手了，又平手了，来，加油了！天使，请站出题，请看图片。她是光绪皇帝最宠爱的女人珍妃，可是因为她得罪慈禧太后，结果她发生什么事呢 ？A 被拔光牙齿 ，B 被逼得剃度出家 ，C 被丢到井里，请抢答。哎，好，太好了，太好了，被拉到了。但是这一题的答案，刘老师您知道吗？有研究吗？应该就是那个了。应该就是。我觉得应该是。C 被丢到井里锁定，丢到井里，对不对？恭喜回答正确，真的。哎，这个其实有，而且里面都有演出来。参观那个什么的，他有那个井哎，真的，真的有那个井。对对对，在北京你们去看，他们说那个就是珍妃被丢进去，丢进去的那个井，旁边还有一个摊子卖水源水。啊！一人买一罐，那还得了？喝起来味道怪怪。他真的是要看一下那个眼睛，真的要复活一下。好，来，请说一下。其实珍妃啊，她是光绪皇帝最宠爱的嫔妃。她那时候受到西化运动的影响，她学习了很多西方学术，穿着也比较偏向西方。所以慈禧非常非常讨厌她。所以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光绪被囚禁，而珍妃就被打入冷宫。一直到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要跑的时候，临走前还把珍妃叫过来，投入井中杀害。那个时候她才25岁。啊，好年轻哦！好年轻哦，25岁。这货是不是慈禧算不最可怕的婆婆？算了，这是婆婆吗？我觉得武则天没有慈禧可怕。哎，武则天，我也很可怕，因为我把珍妃刺在后面。啊，真的吗？你这是什么？哎呦，这是干嘛？这是干嘛？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珍妃啊？哎，真的，真的，有一个珍妃。哎，拉绳，他在飞。皇帝来了，快拉起来！皇帝是我。等一下，等一下，你为什么吃这个？对，而且你们知道我们都是8、9点钟的节目吗？哎，看吃鸡不行吧？你为什么要？看吃鸡哦，没有，单纯是因为我妈刚好的名字最后是一个珍。哦，还有，然后再加一个翅膀，对，好，吓到你们了哈，吓死你们了哈，哇塞，哎，我觉得这个还不是这个，不是录影录的一半，他本来是要脱衣服，吓我一跳，一下看底裤，那个画面是拿破仑，然后一个是武则天，对，拿破仑还帮武则天脱衣服，拿破仑在帮武则天在那脱衣服，呀，这样很害怕，好，天使请再出题。请问，在俄罗斯传统的习俗里面，会用什么食物来迎接客人，代表他们的敬意跟欢迎呢 ？A. 马铃薯跟 cheese，B. 面包跟盐 ，C. 牛排和番茄酱，请抢答。Yes， 刘老师厉害。刘老师，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是。啊？面包和盐。面包和盐 B 锁定。俄罗斯用面包跟盐。哎，日本人好拿盐撒，就是拿盐撒去霉，就是讨厌的人来就是撒点盐。哎，对，我知道不会是 A， 因为呢，马铃薯是因为我念俄文系的，对，我们老师有说过，他说俄国呢唯一可以长出来的植物就是主食就是马铃薯，所以马铃薯是非常频繁的，频繁就是每一个家庭都会吃的。对，所以面包跟盐吗？对，我觉得面包跟盐吗？恭喜回答正确，太厉害！对耶，你是俄文系的，俄文盐盐很少，因为俄罗斯对太苦寒了，他们是那个封闭的内陆嘛，是，所以就是我记得好像
那个我们那时候戏上老师有做那个马铃薯浓汤给我们喝，然后他们俄国的马铃薯是用到那个汤匙放下去是站着的，站着的。哦、oh, ，对，那么浓啊，对，等于是吃马铃薯泥的感觉。对，然后老师有说他们的盐是非常珍贵的，在俄罗斯。来，天使，是不是？没错，对不对？他们的盐是非常非常珍贵，所以他们给客人的时候，他们会外围有一圈面包，中间有个盐皿装着盐，然后会象征对盐的尊敬。那盐在这东西既然代表很珍贵，所以如果他给你吃，代表我们友情非常非常的长久。所以如果有人给你面包跟盐，代表他尊重你这个客人。对，好，天使，请再出题。请看图片，达文西除了是一名画家，他还是一个发明家。请看图片，这是他创作什么东西的手稿呢？这是什么 ？A. 坦克车 ，B. 潜水艇 ，C. 天文观测仪。请抢答。好，你也赢哥被你抢到了。这个我知道。你的答案是正确答案 ，A. 坦克车。A 锁定。锁定坦克车会长这个样子 吗？这是他的手稿，这还比较像达文西飞碟，飞碟对啊，我也觉得飞碟不在上面，或者是陀螺有没有？陀螺，天文，或者是我的，哎，红白大礼服，哎，真的，对不对？礼服坦克车对不对？恭喜回答正确，这是坦克车啊。这是坦克车。对，达文西曾经对这个东西描述，他的理念是他希望可以制造一台车，他可以依靠自己的火炮进入敌人的范围，而且他后面的步兵可以紧随其后不受伤害，这就是我们现代坦克的前身。好，来，天使，请再出题。请问，如果你去意大利玩，用英文点了一杯饮料，会拿到一杯拿铁，会拿到什么饮料呢？哦 ，A 黑咖啡，B 热巧克力 ，C 牛奶。请抢答！哎呀，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了，这要剪刀石头布，两个同时，剪刀石头布，好，看到，哎，你出剪刀，我就剪刀，剪刀对上布，来，刘老师，我觉得你会得到的是，答案是 C， 牛奶锁定 ，Latte 来了，恭喜回答正确，对。Latte 就是基本上就是牛奶的意思，真的吗？就是、Latte 是牛奶的意思吗？对，没错。所以我们红茶拿铁其实是红茶加牛奶。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意大利要喝，要点拿铁咖啡或是咖啡欧蕾，你才会喝到我们平常在台湾习惯喝到的拿铁。好，来，天使，请再出题。请问医生在白袍出现之前，他们都是穿黑袍看病，请问为什么他们要穿黑袍呢 ？A. 古代医生会用巫术。B 看起来比较像神职人员 ，C 沾到血不容易看到，请抢答。啊，厉害！你一定会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我猜的，猜。你猜？答案是 A。A， 古代医师会用巫术。What？我怎么看好像 B 跟 C 的答案都比较有可能巫医啊，以前很多那个就是说古印第安他们其实治病的都是那个哦巫医，对，治病的都是巫医啊，所以他们那个救护车的声音就是这样来的。医生在白袍前是欧洲才开始先有医生的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后来救护车的声音就是巫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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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道理。我觉得我们这题答对了。各位观众，我们节目是真讲知识，但是有的时候阿 Ken 讲的话，你真的不用听，不好意思，真的不用听。来，用进广告洗一下你的脑袋。想洗脑袋啊？这么严重？越来越紧张了啊！是的。现在刚刚那一题是医生在白袍出现，他们其实是穿黑袍。对啊，对。哇，医生穿黑袍很恐怖。对。请问为什么他们会穿黑袍？你说，因为古代的医生会用巫术。对，因为我有看过一些就是电视的影集或者是电影，他们里面真的电视影集。那个啊，你确定有？是巫医啊，巫医啊，巫医啊，那个边疆民族他们都是用巫师在帮病人那个驱，就是驱病啊。巫医，对，好，来，对不对？抱歉，回答错误。啊，来，怎么可能？为什么？
怎么可能？就是巫医啊！不知道耶。好，来，宁哥，你的答案是。我们没有答对，你也别想答对，快快下决定。我觉得应该是 C。C 锁定，沾到血不容易看见。不容易看到。抱歉，回答错误。也不对。像神职人。其实看起来要像神父。神父，没错，来救你的感觉，对不对？对。医生医术没有太好，是不是？对对，这就是最大的用点，因为以前的医生，很多人医术不精，也会混杂在医界。所以很大部分的民众对医师的信赖感非常非常的差，只要不到最后关头，他们是不愿意求医的。所以医师在最后选择穿跟神职人员一样的衣服，也就是黑色的衣服，来增加这个职业它的神圣性，让大家信任他。哦，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他心里也有一种慰藉嘛，对不对？神职人员来帮我看病，对，离上帝更近了。什么心情？好像不太，不太医完了需要后续服务，还可以。现在我们输两分了，输两分，没有了。还有题目吗？没有了，题目答完了。Oh my god！ 啊，那我们赢了。你要去孤岛了，帅哥。孤岛吗？你要去孤岛了。不好意思了，聂云哥。不好意思啊。我还想说先让他两分，但是我等他的。我要去。来不及了。今天您是题已经结束了。您是第一名哎。哎呀。他们两个都在那装作一副好像很难过的样子。你们俩事不关己的。你们心情其实很开心吧？对啊，那边寂寞很久了。谁叫他要长186？其实他腿很长嘛，腿很长，腿很长，还蛮高的耶，真的吗？你脚放下去应该就是到水里面去了，对不对？游一下就去孤岛了，下水下来，水够深吗？水够深，水够深，下水下水，你要穿个挡，对，休息一下，穿个跟斗，不是我跳，你会怕啊？我害怕了吗？你可以用蹲着跳，蹲着跳，还有跳外跳，还有你要不要倒立跳？小心哦！你是在拍成龙的电影啊？我们的他整个是，哎，我不知道这么高哎，他是侧面降落哎，而且是我们跳的人当中第一个怕的，他是因为太高了吗？太高，他有点，他其实有点害怕，不用担心啊，所以他是用侧面的，他有点怕。其实女王，他那个腿这么长哈，是，其实一下去就到了，就到了，对他其实根本没有跳到底，对对，不用担心的，来来来来，请坐请坐，恭喜刘老师，我们这个阶段线上的哪些人？来答对五题或五题以上的，你即将获得一万元奖金，还有康生四 D 揉捏按摩器哦。按摩器哦，来抽奖！对对，不轻不重，会不会是你？会不会是你？恭喜！恭喜你获得一万元的奖金，钻石饺子大全加到10万金币以及康生4D揉捏按摩器。恭喜你，有完就有中奖。来，对，哎，你会不会太开心了？哎，所有你又爆了，怎么会这样子？还有我们要开船啦！走走走走。呀！噔噔噔噔噔！玩家们，赶快上线啊！拿奖金，拿奖品！哇 ！Yes！ 有大奖等着大家！来，上线上线！水晶岛，水晶岛，水晶岛，来，水晶岛，天使在不在？好，欢迎你们来到水晶岛。水晶岛是要考验你们对于自然世界的理解能力。好，也要派一位相当强、相当厉害的。对，有金的。有金的吗？好，那就来个金曲奖好了。好哟。入围金曲奲，而且呢，哎，以前一阵子歌唱比赛办很多，对不对？他是第一位获得百万奖金的。哎呦！让我们一起欢迎台语天后曹雅文。哇！听一下，听一下。我要请你想送的时间，永远都予你，为你痴心地等。爱你的誓言，不惊寒冷，陪伴你心。欢迎欢迎。
一定要有另外一半的，你说是不是？金童玉女，好的，好的 ，OK， 没问题 ，OK， 没问题。傅凯，傅凯来了吗？他是金曲奖每年入围的。情海中飘浪，淡薄爱，点点滴滴拢对阮来伤害。甘愿站在孤单世界，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人海中苦守淡薄爱，浮浮沉沉拢是伤心断爱。所有痴情换一句无奈。感情世界注定无你的存在。谢谢。好，傅凯，傅凯非常厉害哦，是这个台语圈的年轻的第一个在高雄小巨蛋。台语小巨蛋。哎呦，你有高雄腔哦。是不是高雄高雄 Q 你在吗？他讲高雄腔，你跳台中腔。哎呦，好厉害！好，板桥，板桥到了，台北，板桥，不要一直打，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这一段要听歌，来来来，徐富凯，是亚文，你们两个，你晓得都是金曲奖，哎呦，徐富凯，是不是？啊，谢谢谢谢，啊，单薄矮，怎么可能？那我可能单薄矮，哎，跟曹亚文讲，曹亚文，你都直接对不？哎，怪我喽，等一下，单薄矮，哎，我想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啊？他们能唱那么多台语歌曲，有没有办法唱一首国语的对唱情歌？国语对唱情歌是不是？好，那我先把这个牌子放下来。不好意思，先拿起来没关系。我拿到一半，你正好讲到，我想说那就不要介绍了。好了，我以为你要丢下去嘞。单薄矮啊！九月30发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每出一张都进。都是入围啊，金曲奖对不对？而且曹雅文都会帮他宣传，那真的很厉害，两个一起，两个一起哦。今天也是从同一个地方来上通告，不同啊，不同啊。会不会唱国语的情歌？会啊，会。好，唱什么？唱什么？来一首《当爱已成往事》，好不好？好，要不要我们面对这边的？好，面对这边，好，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些海狗啊、海狮，可以对着他们唱。对。Hello。这首歌的就不太可能在一起，对哈，唱完了容易分手，真的。不要在一起，但是中间好像没有在一起一阵子，也不知道，就也好过一阵子。我们已经在一起六年了，对，你们在一起六年，你们在一起六年了，六年而已吗？今年第六年了，哦，对啊，因为我们一起比赛，一起出道，对，一起是这个意思，青梅竹马，看你们的样子，但是你们在。待会答题的时候就不要顾到这个青梅竹马，绝对不会，绝对不要，千万不要，不能互让。好，对，要把麦克风给我。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哇，我看到他们两个，好像看到台语版的那个阿 Ken 跟安心雅。哦，什么？什么东西？哎，你不是啊？没有，你没有要接话，你没有不是要接吗？哎，不不，这怎么？把他的歌名再讲一遍。单薄。谢谢，谢谢。谢谢，太棒了！来，好好主持，不要想太多啊！好，得不到的就不用想啊，直接啊，跳下去，跳下去！我说人不能太多话，请出题。请问，唱歌不好听的人，在什么时候唱歌可以美化他的歌声呢 ？A. 路上骑机车的时候 ，B. 浴室洗澡的时候 ，C. 爬山攻顶的时候，请抢答。哎呀，抢那么快！抢快！抢快！抢快！不一定对。在。傅凯 ，B 浴室洗澡的时候。这个很好。B 这非常。锁定。
其实这题问他们两个，他们两个都很会唱歌，这个要问我。好，我想要听小姐的，对不对？浴室洗澡时，恭喜回答正确。对啊，一定是你。但是为什么会美化歌声呢？空间里，其实是因为在空间里面残响的时间会比较长。那因为浴室的空间狭小，所以洗澡的时候你声音的混响度会更高，歌曲会更好听。来，天使，请再出题。来，请看图片。公猫熊会倒立尿尿，哎呦，请问它原因是什么呢 ？A. 这样才不会喷到自己。B. 练习咏春拳。C. 吸引异性。请抢答。哎呀，你怎么？这好难按嘞。C. 好，应该是 C 吧。好 ，C 锁定。恭喜回答正确。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怎么可能？照虫虫哥讲的，他应该是去德国啊，去德国，然后到公共厕所发现太高，所以就只好倒立。请解释一下。其实是因为公猫熊它是用尿液来标记地盘，来占有区域内的母猫熊。因为聪明的公猫熊很快就发现，你尿得越高，气味就会传得越远，所以就开始有倒立尿尿的行为。跟狗不一样，对呀，它其实就是你看我，只要把我的味道从高一点的地方，代表我比较高大，散的味道比较远，比较有能力的感觉，对，感觉比较厉害。旁边的看到都会被你吸引，哎，真的哎，德国嘛，你要走出厕所后面跟几个180几公分的，好可怕，对，也是那个地方了。那时候交好多朋友，很不愉快的回忆。这一题是成语题，请看影片。哦哦，哎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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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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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那个声音跑出来？哦，等一下，等一下，你的答案是快快快快，乳臭味 B， 乳臭味干吗 ？B B， 锁定，乳臭味。乳臭未干，乳臭未干，怎么会选这个呢？这个字怎么念啊？乳臭吗？乳臭，这个时候念臭，这个时候念臭未干，乳臭未干吗？乳臭未干，抱歉，回答错了。回答错啦 ！Yes， 不开来。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哇，天哪，这个很难哎，这个太难了啦，太难了，赶快给我们答案 ，C 吧 ，C 锁定，如火如荼，如火如荼，如火如荼，恭喜回答正确。为什么？为什么是如火妙？看不出来。对，可能我就觉得他插在胸部上，我就打那个如火如荼是什么？如火如荼不知道啊？为什么？如火如荼。这理由是什么？因为在乳上有火。如火如荼。对，乳上火，然后乳就秃了。啊，它越来越大了。哦，越来越，它越来越大嘛。丰满。本来，那你前面要画扁一点。对啊，前面其实它已经很，对啊，已经很大了，扁一点，然后就咣一声。哎，我真的8、9点钟节目，对，麻烦你不要这么解释这么详尽好吗？好想被如火如荼。下一题，有下一题，这一题也是成语题，请看影片。好，还没，请问这是什么成语呢 ？A. 水性杨花 ，B. 水落石出 ，C. 水深火热。请抢答！哇塞，好，中了，非常简单，很简单。来，我告诉大家，我的答案是 A， 水性杨花。水性杨花，锁定。恭喜回答正确。爬山涉水，对不对？修身养性嘛。啊，对，嗯，好的，来。现在是哎呦，3-1。哎，等一下，你们还赢啊？嗯，还赢，还赢。好，现在我们。积分评分了，积分总积分已经变评分了。哎，让一下美女啊！对呀，加油加油！哎，我跟你加油加油！通告是一时的哦，真的幸福是一辈子，好不容易的6年哦，节目也是一时的，很荣誉。你要不要担保？做节目的时候要真心，好，真心，认真，认真，认真，对，不要想那得不到的东西。嗯，来，恭喜，请出题，请看图片。
这是一种长着羊毛的猪，叫做曼加利茶猪，是人为培育出来的品种。请问当初为什么要培育这种品种呢 ？A. 解决羊毛的需求 ，B. 获得更多的猪油 ，C. 科学实验的失手。请抢答。5, 4, 3, 2, 1, 你嘛小牛一个，哪有这样呢？啊，我讲阿凯啊。哎呦，阿凯啊，因为是人培育出来的品种，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是 A 啦。A 解决羊毛的需求，收起来啊！哎，你有穿过猪身上的羊毛吗？对，这也太奇怪了吧！真的，猪身上的羊毛，那它那个羊毛，猪身上的羊毛叫猪羊毛还是羊猪毛？对啊，嗯。比较便宜的羊毛吗？进广告。哦，进广告。好，这一题。这一题。这个长的羊毛的猪叫做曼加利茶猪。曼加利茶猪。曼加利茶猪。哎，它培育出来的。忘了他的答案是什么，是不是？对，忘了看孤岛了。忘了看孤岛，是不是？对，孤岛，你看有人在吗？帅不帅？好帅哦，真的。哎呀，你在抓 Pokemon 吗？孤岛没有讯号啊，小燕姐。没有讯号。为什么你穿西装坐在那边，好像拍手机广告？真的耶，很帅耶。奇怪了。好，这个长得羊毛的猪叫做曼加利茶猪，那个是人培育出来的。当初为什么要培育这种猪？是为了解决羊毛的需求，对不对？是。你的答案是 A， 对不对？抱歉，回答错误。回答错误了。有机会来了。一定会啦，你可以的啦。很简单。对啊。不要任何提示，你就讲了。就是，应该是 B， 获得更多猪油。B 是 B。对。获得更多的猪油。恭喜，回答正确。对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身上有羊毛，这跟猪油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因为这样培育之后，发现它的生长速度比一般猪还快，而且容易饲养，所以在匈牙利大量繁殖，所以它是一种新的脂肪型的猪。但现在已经变得很少了，因为我们现在对猪油的需求逐年在下降。也有可能。天使再出题。请问，根据研究显示，人在几度的环境里头，头脑最聪明，大脑思考能力会最强呢 ？A. 15度。B 20度 ，C 25度，请抢答。啊，阿凯啊，阿凯啊，你唔对啦，加油，爱牛糟囡仔啦。来，你的答案是 B 20度，20度锁定。恭喜，回答正确。阿凯啊，这么厉害，对。哎呀，为什么是20度？其实在这个研究里面发现，20度的时候，大脑处理讯息跟思考问题的能力最强。如果温度慢慢下降，降到10度 C 以下的时候，大脑可以更清醒，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变得非常差。好，来，天使，请再出题。请看图片，这是消失了半个世纪的吸血鬼鹿克什米尔麝鹿，它尖尖的獠牙有什么用途呢 ？A. 吸动物的鲜血。B. 黑暗中的明灯。C 吸引异性的注意，请抢答。哦，哎呀，阿凯啊，你还扭糟囡仔啦！来，阿健的啦，你的答案是 C， 吸引异性的注意。锁定。对，这个牙齿獠牙吸引异性的注意。因为我有看那个《心暂停，停止呼吸》这部电影啊，然后有一幕就是那个母僵尸。然后有一个公僵尸，母僵尸跟公僵尸，母僵尸跟公僵尸，公僵尸的牙齿比较长，所以那个母僵尸就被吸引住了。好，对，獠牙越长越会吸引到。我觉得电影不能多看。对啊，你多看然后得到这个结论，然后就觉得这样是对的。吸引异性注意，恭喜回答正确，对，正确是电影要多看。那个僵尸那个很好看，很好看。其实这种鹿啊，它现在已经濒临灭绝，因为它有个尖牙，外表看起来非常可怕，所以大家会叫它吸血鬼鹿。但这种鹿其实不吸血，这种它的尖牙其实在交配季节的时候，雄性的麝香鹿会跟另外一个雄性麝香鹿来跟对手竞争，吸引母鹿的注意。天使，请再出题。请问哪一种习惯生活在树上的动物，
它上大号的时候会特地从树上爬下来排泄呢？ A 树懒， B 无尾熊， C 猕猴，请抢答。阿凯呀，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哦，谁赢谁赢？我没看到。他还赢，他赢。阿凯呀，阿凯，你赶紧讲啦。妈，赶紧讲讲啦，蛋子的。早囡仔无欢喜啊。不要紧，要来去跳海啊！哎，好了 ，B 啦，无尾熊。B 锁定。无尾熊。抱歉，回答错误。阿凯，你安尼丢不丢？丢吼。安尼假搞，未拜，来三米啦。好，然后你讲。我觉得是 A 耶。树懒。对了。恭喜，回答正确。Oh yes！ 我记得树懒是不是很爱干净啊？树懒很爱干净吗？他好像很爱干净的一样。他不是很爱干净，他是唯一一只倒立上厕所的树懒。请解释一下，树懒为什么要下来上厕所？其实树懒一定会下树排泄，原因是因为树懒如果下树排泄，就可以帮助飞蛾来繁殖下一代，让它飞回树懒的身上。可是它之所以要这样，原因是因为树懒跟飞蛾有一种共生关系，它可以提供保护色，让树懒防御天敌。有共生关系，不然他跑一趟下来很慢的，真的对。对啊，如果拉肚子，他就因为拉肚子，拉肚子很，这个要不会拉肚子，他都很慢。拉肚子也慢慢来。天使，请再出题。人是动物，也会换毛，请问在哪个季节里面人类最容易掉发呢 ？A. 春天 ，B. 夏天 ，C. 秋天，请抢答。好，太好了。2, 1，小子，你不确定的眼神，小子，那就猜一个吧，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是，我觉得是春天，春天，春天 ，A 锁定，春天，抱歉，回答错误。阿凯呀，你丢了，阿凯，来 ，C 秋天，恭喜回答正确。头发不太掉，我因为我每天都我很常掉头发，我不知道是哪什么。你是四季都掉的，对，所以他分不清楚啊。季节转换吧。在这一项当中，我们6-3。谢谢。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是秋天呢？好，我们解释一下秋天，因为我们两个掉发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夏季的曝晒会让我们头发变得很脆弱，所以秋天又非常的干燥，它日夜温差变化一大，我们头发就开始掉。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秋天的时候，人的雄性荷尔蒙在秋天分泌比较旺盛，会使毛囊收缩，掉发量就会增加。输的人要到孤岛去。我错了。人今天给你宣传专辑，还能够叫人跳了你。高跟鞋要拿下来哦。你要不要直接在后面把它推下去？这样子我们明天比较好下标。没有，等一下。哎，高跟鞋要脱下来。高跟鞋先脱。帅哥在等你啊！啊，好可怕！加油。慢慢走哈。你好好宣传了，我先走一步。我晚上不煮饭给他吃了。好。再见了，好好唱啊！哇，他跳下去很滑嘞，滑嘞，滑嘞，哎，耶，好，鞋子，好，坐会，好，谢谢阿凯，谢阿凯，丹博爱，哎，来，现场有哪些观众朋友？好，答对5题或5题以上的，你们有机会获得10,000元的奖金，还有 Lapolo 的陶瓷万用锅哦，来抽奖，会是谁？一有答题就有机会得到大奖，会不会是你？会不会是你？恭喜获得10,000元的奖金，钻石饺子大军驾到，10,000金币以及拉波罗的陶瓷万用锅，这锅很棒啊！来，很棒，很厉害。接下来，哎呦，很厉害。决定性的第四吧 ，Number Four， 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赢的。对，现在有差一点点，差一分而已。来 ，Go， 来。大家赶快上线，还有机会拿大奖，还有奖金，有钱可以拿。来，每
一个岛上跟着天使，天使在吗？天使，欢迎你们来到天空岛。这个岛是要考验你们对于饮食健康的能力。好，饮食健康，那身材就要好。身材要好，我这一位超健康。真的吗？真的，而且来势汹汹。哎，德国就是那个。如火如荼，如火如荼，来势汹汹，如火如荼，真的，而且连续两年获得宅男女神的这个称号，称号多厉害！让我们一起欢迎。你不是现场 FD 吗？那不然你那个耳机给我，我们换啊，生气，生气，这样的，他自己看节目看很开心，不要生气，不要这样，对不对？ OK， 来，接下，欢迎熊熊，欢迎他，心好痛，哎呦，哇 ，Oh my God， Oh my， 太傻了，来来来来，坐正，我把他推下去，坐正，什么态度？来来来，什么态度？就这个，就这个，想当年。不用看了。想当年你也穿这样子，想当年我也很想买。想当年你是这样，下去。我也想买这一套啊。你也想买这一套衣服。好，等一下 ，size 有分大小的。对，小小好。熊熊刚刚好。哎，真的，多厉害，对不对？好棒，好优秀。你怎么这么优秀？我还没开始答就优秀了。你就是冠军。每一个人，精彩的部分在不同。哦。精彩的部分。他是如火如荼。如火如荼。这个会骨盆舞啊，骨盆舞厉害了吧？怎么样？他是很会生小孩吗？没有，他只是会用骨盆跳舞，开合。好，我们来欢迎朱子成。哎呀，哎呦，你超美，超美啊，超秀美啊！哎呀，上公主，这个哇塞，长腿美眉还得了啊！来一下骨盆舞给我们看看啊，骨盆舞有没有办法？铁扇公。哎呦哎呦哎呦哎，你连前面都会啊，怎么后面好厉害啊，谁听谁会啊，啊对对对对对，等一下，本宫好像这个表示，震动有力，震动有力，对，他的你看他的头，对，头都要掉了，太好了，女王稳，就这个，这个你坐这边，你讲你，什么态度？怎么可以这样子？哎，今天你看武则天这个有变，我们铁扇公主她是我姐姐哦，对，是吗？她是我姐姐，对啊。谢谢你愿意认我。我叫怎么？我怎么现在看起来有点差上你后母？我们练某地方，我们骨盆都很强啊，但我只是这样开。啊对。然后我们不一样。对。对，请到这边，好紧张，来看一下，好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但是在孤岛上面，他们俩坐那好像图片哦，哎，蛮美的，他们感觉有一种啊，哎呦，哎呀，哇，好美，你看，你看，阿凯，你看这种，不行，阿凯，你干嘛打扰我们呢？奇怪了，对呀，你促成的，我刚刚有看到骨盆舞，哎，怎么了？他那里看着，我这边有骨盆舞呢。对啊，单模爱啊，单模爱啊。好，我们慢慢的啊，你们俩慢慢聊天哈。好，慢慢聊。我们天使请出题。来，第一题，请看图片。这颗痣是胸上非常罕见的痣，请问在命理学里面长在这里代表什么意思呢？好难。A. 好色。B. 奸诈狡猾。C. 美女。请抢答。我还没按呢。哦。等下我按了，为什么没起来？我刚不是手一举起来，它就飞起来了。真的吗？好，来，来，你的答案是？我觉得不是好色，答案是。你的答案是，请快快快快。B 奸诈狡猾。B 锁定。怎么可能有一个痣长在那边，然后代表你奸诈狡猾呢？因为人家也看不到。啊。判断这个人得先把他拉。对啊。哎，熊熊，我怀疑你奸诈狡猾，是不是？奸诈狡猾，对不对？恭喜回答正确。
真的，我也怀疑他，你也怀疑对不对？很久了，我也怀疑他很久。我承认，我本人讲，为什么尖大脚啊？其实这个痣在胸口上是非常罕见的胸痣，从两个乳头中间的位置开始，左边叫狼心，右边叫狗肺，这合称叫狼心狗肺痣啊，真的。对，在命理学里面代表这个人非常奸诈狡猾，反复不定。好，天使请出题。来，请问根据美国的研究，男女双方一般要见面几次才会坠入爱河呢 ？A 一次 ，B 三次 ，C 四次，请抢答。哎呦，哇，两个实力相当。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石头布，石头布，石头布。哎呀，输子成赢了，输了一个布。我的答案是 B 三次。B 锁定。三次，一次太少了，嗯，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啊，三次，抱歉，回答错误，错了，错了，错了，谁叫小熊 ？C 四次 ，C 锁定四次，恭喜回答正确，太厉害了，好像见四次啊。要四次吗？对，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找来几个人单身美女、单身男女，然后让他们看112张俊男美女的照片，而他们监控他的脑部反应，发现他们在第四次看到同一个异性的照片的时候，他的兴奋跟愉悦中心会特别活跃，远大于前三次。来，天使请出题。请问哪一种人容易早死呢 ？A. 胸部太大。B. 不要讲。工作无聊。C. 喜欢讲冷笑话。请抢答。中了，刚 B， 工作无聊，工作无聊锁定，啊，工作无聊，你觉得哪一种人会比较早死？胸部太大，胸部太大，因为喜欢讲冷笑话，那小钟哥不就？你不要，对不起，他没有很老哦。以上说教非本节目，好，进广告。他没有很老哦。够老，啦啦啦啦！什么人会长生不老？但什么人会早死呢？他们说是工作无聊，对不对？工作无聊，工作无聊，因为很闷嘛，很闷，是不是？对不对？恭喜回答正确！太好了，太棒了！工作无聊，对，他这个流行病专家，他找了7000多个人来做研究，发现平常爱抱怨他工作无聊的民众，他死亡几率跟不抱怨的人相比，多出大概40%。那罹患中风或心脏病死亡几率是2.5倍。啊，有负面的，太负面了。所以我们赶快说这个工作太太好了，太有棒了，太有开心，这个好有趣哦。你们好好笑，我们平手，平手，哈哈，好开心啊。加油哦，马上就要赢哦！天使，请出题。哎，请看图片。如果你的舌头有这样的舌苔，代表你可能有口臭。哎呦，可以怎么做来帮助减缓这种烦恼呢？A. 用后背撞墙。B. 放声大笑。C. 打自己的脸颊。请抢答。好，小熊，我不知道。来，你的答案是？怎么会？来 ，B. 放声大笑，锁定。就把那个臭味笑完，就还传给别人，传给别人，放声大笑。抱歉，回答错了，不是这个题目怎么？好，苏子成，打字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应该是 A 用后背撞墙，锁定，用后背撞墙，就撞一些穴道，有没有？哦，撞。哎，我好像有看一些老人家这样常常撞哦。在公园这样子啊，没有，还有熊啊，在那里。哎，熊也是摇背，来，熊熊用后背撞墙。恭喜回答正确。为什么？好妙哦！为什么？其实，在中医的理论里面，口臭是因为胃热所引起的。所以，如果你一直用后背撞墙，的确就会撞到对应到脾胃的穴道，可以疏通经脉。会不会撞到吐血？都没有撞到。口臭没有了，背痛了。背痛，对不对？对啊，吐血啊，口臭没有了，背痛。好，天使再出题。来，请问下列哪一种疾病是会传染的？啊 ？A. 针眼 ，B. 肥胖 ，C. 秃头。请抢答。
哎，怎么那么刚好？两位原来才美女，来剪刀石头布。哎呀，我很不爱猜拳。好，来，苏子成出了石头。我的答案是 B， 肥胖。肥胖锁定，锁定，恭喜回答正确。哦，我也觉得是肥胖。是吗？等一下，我跟比较多比较肥胖的人在一起，就会变得慢慢。我哎，不对，我跟你看，我跟纳豆合作那么多年，我也没胖过啊。你没有，你没有真心跟他合作。哎，你说对了，你说这个我可以给你。好，好，来，肥胖为什么？其实如果是因为肠道细菌所引起的肥胖，的确是会传染的，因为这种肠道菌种，它可以在空气里面存活，所以它就可以透过传播进到人体里面。真的假的？好可怕！好可怕！对，好，开始，请再出题。请看图片，这是日本的蓝色拉面。专家认为这种拉面会让人有什么反应呢 ？A 可以壮阳 ，B 容易拉肚子 ，C 降低食欲。请抢答。好，好，熊熊你一定要答对。好，你。你有去过日本？吃过。C， 锁定。降低食欲。所以做好了就叫你不要吃就对了。怎么搞的？怎么降低食欲？恭喜回答正确。你怎么会？你为什么？你吃过对不对？不是不是，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报道，就是有蓝色啊、黑色都是会让人降低食欲的颜色。他为什么要做？而且你不觉得这碗面看起来很难吃吗？他为什么要做一个让人家吃不想吃的拉面呢？让减肥的人吃的。对，其实他刚刚讲完正确，就是因为我们大脑的中枢神经会影响我们的反射神经，所以如果你的眼看到不同颜色，我们食欲会跟着上下变化。冷色系的东西会让我们完全不想吃东西，所以把蓝色跟不好吃画上等号。不过这个真的看起来不好吃，对啊。天使，请再出题。请问哪一种不雅观的动作其实是有益身体健康的 ？A. 坐着抖脚，坐着抖脚。B. 脱裤子放屁。C. 蹲着吃饭。请抢答。哎，你们两个，哎，速度都很快。剪刀石头布。哎，小心！哎，等，刚刚谁出？哎。剪刀，出剪刀，我来了，来，来，我的答案是，快点，快，苏子成，快，快点 ，B 脱裤子放屁，脱裤子放屁锁定，卡他，其实是有益身体健康，脱裤子放屁，回答错误，哎，脱裤子放屁，我想选，有人会这样选这个答案呢？哦，一堆朋友生病，因为他们穿裤子放屁。你答案，来你答案。C 吧，蹲着吃饭。蹲着吃饭，锁定。蹲着吃饭。抱歉，回答错误。哎呦，哎啊，抖脚不是不好吗？抖脚不是不好吗？抖脚怎么会好？坐着抖脚。对，其实我们一般印象认为抖脚就是男抖穷啊，那可是。抖脚这种东西，其实在医学上，它告诉你可以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来维持你的肌肉跟关节。通常人在抖脚的时候，都是他很不安呢。哎，尤其是昏昏欲睡的时候，跟我讲抖脚。刘老师他们都唱跳舞的时候，对，我们跳完舞啊，就脱了舞鞋之后，真的会坐在地板上这样子抖脚，因为它会，你会就是震动，可以放松按摩你的肌肉。哦，这样那你跳舞你都没有做，没有哎，所以你要坐着抖脚。好，熊熊你会吗？我不会跳舞啊。哦，可。好，现在很紧张，很紧张。我们只领先一分。那熊熊，你后面都要答对，加油啊！还有两题哦，不要给我压力，压力好大。紧张，紧张，我不会很唱。天使，请出题。来，请问用什么东西来洗头可以改善掉发的现象 ？A. 蜂蜜 ，B. 橄榄油 ，C. 乌醋。请抢答。哎呀哎呀哎呀！为什么起不来？哎呀！是头发，问我就对了。对，问你就对了。为什么问你就对了 ？B 橄榄油。B 橄榄油锁定。恭喜回答正确。Yes。啊，为什么？我也用过，我以为是醋哎。对，橄榄油。Yes， 好的橄榄油。Yes， 好，请解释一下。其实我们之所以头发会掉落，是因为长期缺乏维生素 H 二。而这个东西橄榄油里面公认是最富营养、最富有这种维生素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善掉发，你一周可以洗一次油头，让平常洗发性难以清除的油脂跟脏污用橄榄油来清除。洗一次油头，来，天使，请再出题。来，请问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哪一种看荧幕的视线是最好的，对眼睛负担可以到最小 ？A. 向下看 ，B. 平视 ，C. 向上看。请抢答。好，熊熊，熊熊，一般来讲你会怎么看呢？
你会 A A 向下看，锁定，向下看，向下看，哎，你不会看到荧幕，你不会，哎，怎么可能？我来看看会看到什么。好了好了好了，好，开玩笑的，向下看，向下看，恭喜回答正确，太棒了。真的负担最小了，这个心情又愉悦，是不是？其实向下看之所以对眼睛比较好，是因为根据日本的研究，你如果荧幕朝后方倾斜十五度，你往下看可以防止眩光直接反射到你眼睛。哦，对，哦，向下看这样。我只想说看的比较少，看比较少。来，其实呢，我们我们没有输的，只是有别队的。哎，只是我们这一队。对，我们这一队，你们两位，对不起啊，对，不是我这一队的，没有，你们输了。总积分，总积分，我们要跳，我们要跳吗？要跳，不，你走也可以，你走可以，不行，我要跳，你要跳啊，你坚持要跳，不要跳啦 ，OK， 他坚持，但我可以把这个拿下，我怕他会飞出，不是，你跳他会掉，跳他就，你可以，看高跟鞋不用了，那个，你高跟鞋，那个，你们两个。就坐船去好了，你们坐船去，好不好？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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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请坐。哎呀，你们两个往这边。对对对对对对。来，我们来看看线上，在这一回合有哪些观众呢？答对五题或者是五题以上的，你有机会获得10000元的奖金，还有您要撕碎幸福酸美白。是的。来，他那队抽奖，抽奖。恭喜获得10000元的奖金，以及钻石饺子大军加到10万金币，以及尼奥斯吹幸福酸美白组。玉芬先生太高兴了，是不是？我们要进入宝藏岛，走吧！哎呀，不是很开心啊？开心啊？不太开心。要正面的，但是要正面，要开心才能够活得久啊！是不是？宝藏岛，宝藏岛来喽！现场的玩家有机会拿大奖了。宝藏岛也有天使，天使，天使呢 ？OK， 恭喜你们来到宝藏岛。现在在你们面前有两个宝箱，其中的宝箱就藏着今天的最大奖项——一行者的体感平衡车。体感平衡车。而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我们小强专用的经典蓝白拖。所以请问你们选择哪一个宝箱呢？小强专用的，您是说就是小强，然后手上拿了一个蓝白拖，不是专用的，小强打小强专用打小强的经典蓝白拖。哦，所以这是你今天第二个梗。来，四位请到台前来。好，欢迎。来，你们要选择 A 还是 B？ 好，四位要不要研究一下？要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四个人不是看天上，不是天上不，对，你们要不看对方才看对方，来，是有比有比。好，各位在他们的研究的时候，对，你有没有投我票？投我票的话，可能有机会可以得到一型的哦，体感平衡机，体感平衡车，赞，进广告，现在最流行。宝箱，宝箱，看今天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什么一行者的对体感平衡车啊，不过先看一下，哎呀，这个孤岛上好漂亮的画面哦，哎呦，哎，这是一个啊四美图哎，真的哇，四美，拍一个古今中外穿越剧，穿越剧，真的，还有动漫在里面，好棒啊，好想去，恭喜你们啊，没办法得奖啊，来选好了吗？我们。你们，你们怎么样？你们刚刚捡到石头布没有决定吗？谁决定什么？我觉得他比较难。收，说一个。好。B B B， 他们选择的是 B。好，你们选择的是 B 宝箱。对。这是你们所选择的宝箱。对。这是你们所没有选择的宝箱。对。对，恭喜你们获得的是。获得的是。是。一行者的体感平衡车。好事，
麻烦几位回座好吗？投票给我的，恭喜有一位也可以得到这个体感平衡车。体感平衡车，一行者来，我们看看是谁。投给黑燕子的，恭喜你有机会可以拿到。来，恭喜你，恭喜你获得10000元的奖金和一行者体感平衡车。我只要赢了就会得中奖，好高兴。我们那个智小兔工作要开心。啊哈，我没拿到，好开心哦！我什么都一无所有，哈哈哈！这我的人生就是双手。我们工作好开心，下个礼拜请外导再见。对，拜拜，双手空空的，双手空空的走，哈哈哈哈。